大家好啊，我名字叫陈潇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来的昨晚飞机晚点，随便，请您不要介意。今天我就想给大家唱一首《美哉美利坚》。America，oh，America，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。And crown thy good with brotherhood from sea to shining sea. America, oh America, God shed his grace on thee. 好，时间到，那么有其他的才艺表演吗？因为事先我们不知道有才艺表演，所以说我是一名篮球手，所以我也没带篮球来，所以我就想在我的那个 iPhone 把手机当篮球投吗？不是篮球的 iPhone 有一个陶笛的乐器，所以我想请主持人帮忙帮我。好，来，我帮你拿着麦克，所以这个你要用，他现在是把手机呢当成这个键盘来演奏这个乐器。因为我的家乡是湖南，所以我演奏一首。哇，湖南卫视的，对，我的这个同乡，所以我来演奏一首《浏阳河》。浏阳河，好，我们现在听他用手机这么小的键盘来演奏《浏阳河》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把手机当成这个乐器啊，陶笛。时间到了，哇，好棒哦！哎，我问一下，你这个是富士康的音乐手机吗？这个不是，Ocarina， 这 Ocarina。好，非常好。来，我们现在请海翔来点评一下。陈同学是吧？陈翔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太多借口了。你既然要来比赛，为什么说你大老远来，你没有准备衣服？大老远来，你没有准备才艺？就是我觉得借口太多了，第一个。第二点，我是觉得说你唱歌，我觉得感情没有办法打动我，对，所以我觉得感情上面你可以再琢磨一些。我是觉得你的声音不错，我觉得你这个对这个作品这个味道掌握的挺好的呀。我很喜欢你的声音。谢谢老师。好，现在我来。哎呀，我也有同感，我觉得你很乐感。对，但是你这个衣服，你说没有准备，我觉得这不是 good excuse 这个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这个我们看一下，你这个评审给你的最后的决定啊，我们三二一，评委来举牌，晋级待定，所以你最后的评论是晋级，谢谢你。谢谢。这个我们的评审呢，虽然是严厉，但是呢，还是让他晋级了。